非常欢迎，非常欢迎所有来高雄的，不管来自于哪一个城市的人，我们都张开双臂来欢迎。观光团要来高雄，因为你上任之后，他们就你是说日本观光团要来吗？没有，非常欢迎，非常欢迎所有来高雄的，不管来自于哪一个城市的人，我们都张开双臂来欢迎。那我也会就职之后拜托我们高雄市民，尤其是批发零售，还有餐饮物联互联网这一块，物流这一块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提供高品质的服务。如果没有办法提供高品质的服务，观光客来变成一次性的，以后他不想来了，那这不是我们发展观光的目的。所以这方面我们也会拜托高雄市民，所有这些小摊商，要提供最多好品质的东西。至于国台办也好，其他城市也好，只要来观光高雄观光的，我们都竭诚欢迎，热情的欢迎。未来不是光厦门，就是说高雄市一定会，我当市长说一定会大力促成各种城市的会谈，不是光厦门的，胡志明市啊、马尼拉、青岛啊、深圳啊都可以。那我觉得这种论坛是很重要的啊，城市跟城市的交流，我们一定会加大力度。